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》。我们常说双手万能，能够创造出无数的可能。但您是否曾经透过自己的双手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呢？在慈济世界中，有不同年龄层的环保志工，透过他们的双手做回收分类，降低垃圾量，让资源过度耗损的地球能够减轻负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个人祝福，牵着手，接触着恁的手，舒服呢，声声感恩，就是这两只手啦，做环保，就是这两只脚啦，行环保路，身体力行，做出了大地真君有福的代志，上水的这两只手，伊万能啊。这咱大家人都有，这两只手呢，足价值的，从伊少年做到老啦，为家庭啦，为整个社会，现在是为大地，甲遮个人丢我捡，把人担落去，咱呢，甲捡起来，规堆啦，真复杂，各种类都有。资源回收去车转来，规大堆啦，那环保菩萨啦，唔惊伊复杂，唔惊伊垃圾，唔惊伊臭，恁呢一份的爱心，疼惜资源，所以遐个物件拢甲汇合起来，咱看看甲分类，分类的目的是啥物呢？您比师父较了解，回收再济，这不是干那听资源的听，上重要的，会当卖污染大地。有诶呢，大地涂骹是未乱起的，你讲铁管啊、塑胶，真侪物件呢，是伫土地未乱。不断不断啦，甲带伫涂骹恁啦，或者是呢，摕去烧啦，烧，粪扫拢摕去烧，啊会安怎？空气污染，伫咧烧的时，伊的烟啦是有毒，佮有污染，真侪物件都是污染，人口遮侪。所以淡掉的物件搁较侪，所以咱啊，若无去改资源回收啦，回收转来呢，咱都爱去甲分，会当再济，会当搁再翻新呢，所以叫做回魂，物主回魂啦，一张纸会当用，就是有伊魂的价值。伊有伊可乐用的生命价值，一个人一个身躯用偌侪物件，咱细汉做囡仔时代穿的衫，甲咱少年穿的衫，甲咱即马现在绝对无共一领衫穿。一个人一直太旧换新，咱毋知穿过偌侪衫。旧的太掉了，新的穿落来，一世人这个身躯物质的消耗，
真多，消耗掉的，就是粪扫。咱较早无咧做环保，咱无去感觉到，无感觉到讲哦，咱也是消耗者之一。起码咱做环保啦，咱知影啦，尤其是咱的时代。年龄无同，在阮的时代，迄个时看到啊，人人拢差不多穿衫拢会过膊。即马咧，一人，啥物叫做膊啊？衫是安怎爱膊啊？现在的人未晓压肩线，衫唔免天唔免膊，啊要摕去倒呢？丢，弹掉去啊！淡掉叫做粪扫。咱即马地球面顶啦，将近80亿的人口，这70多亿对不对？80亿啦，人人拢有衫好穿。你家己想，逐天拢有伫咧换衫淡掉的，伫这个地球的面顶真多，所以粪扫多啦，地球污染多啦。看到粪扫山，任何一个国家到处有。那看到安尼，也咱都来去甲人讲，哈、啊，然后这么正侪粪扫好好的衫弹掉，有人伫粪扫堆里捡出来的衫，迄、那个腰架的迄、那个价单啦，还佫伫阿妈娘里。会晓买，买来无要穿，放久啦，伊叫做旧。明明新鲜的衫，伊放久啦，伊感觉讲旧啊，无流行啦，伊无爱啦，就丢啦。看，这用脚踏车，用轮椅车去甲伊硬起来，亲像粪扫。实在是足土济啊！所以人口多啦，消费者多咯吼，来去买衫，无穿就甲弹掉去，制造粪扫，真济人伫咧弹，啊要安怎呢？即嘛咱都环保菩萨发心啦，咱若无出手，咱若无合心。咱若无有合群，咱若无有环保这个名称，这个拢是提起堆咧要单烧，也难组织现在啦。台湾有90000多位的环保菩萨，咱高雄拢总有几个站大小点啦。台湾总共有。8000多的环保点，90000多位的环保菩萨，人人吼拢是志工，拢是爱心。好、哦，我迄天我都讲啊，感恩啊！咱若无在90000多位的环保菩萨，咱台湾啊，粪扫淹卡吧，满街路踏吧，在粪扫，在垃圾。提对倒位去，所以环保菩萨，咱若安尼甲听，恁都知影讲，吼、哦，我这两只手真正功德无量哦，菩萨啦、啊，师父真感恩你，8000到9000的环保点，90000多位的环保菩萨，和咱台湾街头巷尾啦。干干净净，那爱向大家人讲感恩，向家己嘛爱感恩。所以，若无咱这两只手，无有咱头前后壁左右的菩萨，你想，真正粪扫太多家，这不堪设想啊！所以咱。相感恩啊，
让咱的生活就很干净。看到，这就是咱人的心，爱惜大地。师父看到这的人，拢是环保人，所以你千手万手啊，来做环保。咱涂骹、地板，嘛讲啊，是回收塑类，即嘛会当做地板，好咱好，家家户户干干净净，做多啊，做家具都可以，拢是用双手回收来分类啦，搁再再做，搁再制作，所以呢，叫做粪扫回魂啦。人弹掉去的物件，搁再捡回来，搁回生命利用，叫做回魂。有时阵啊，我若对公山过，我若坐车北上南下啦，拢爱对公山过。啊，我拢一定呢，会伫遐落车，入去行一个啊。好，环保菩萨真认真。而且呢，在那个所在，咱菩萨在那分类，啊，这边行一个啊，大家做个真认真，明明就是粪扫，在那整理过呢，都很干净。啊，那塑胶袋啊，都用胶刀看看到遐胶，啊，我就讲，啊，这都要回收，啊，哪会都胶啦？讲师傅，遮有一张纸，啊，迄纸哪有要紧啊？遮细张，伊讲袂用诶，遮黏黏，这个纸呢，啊，甲夹起来，即块塑胶就是干净，伊会当回收，做起来物件是上质。你看，老菩萨啦。牙加多看看见啦，我内心都安尼想，是啊，不只是吼卖清气的物件，价钱较悬，上重要的是这两只手，它训练卖力，咱手若无去甲训练啦，骨来手会钝，脚手混钝啦，伊坐伫迄个所在。伊会想方法，用头脑要安怎样甲揉会得，要安怎样甲夹，有垃圾的，有卷着的，要安怎甲夹，夹好以后无糊啊，无黏的物件，无打着的物件，干干净净，安尼甲分过来，垃圾的甲囥在边啊，佮有另外的处理方式。足冷静的，很细腻的分类，这种细腻分类啦，爱靠两只手。所以呢，这两只手呢，爱靠做工课，亲像安尼做，这个手才会有力，才袂去互伊失去迄个力气，伊就会美丽，会很利落做。总共一句，互相借力使力，咱借这个物件，互咱动咱的手，啊，咱的手呢，会当去整理好这个物件。所以吼，借物品啊，来训练咱的手，永远袂去失去功能。所以，两只手的价值，就是双手万能。我虽然目睭清明嘛，清明来足好个呢。你看恁大家目睭拢会当代表我个目睭啊，看迄全世界个人个目睭拢会当帮助我。看你较有失眠，较有歹，对无？唔得惊，伊要到红宝站，阿嘛当会当来修行，改脾气，改个性。我用耳仔听，还佫用耳仔看。我人上因讲个啊，耳仔佮目睭拢同款个功能呢。啊，我佫有加一个物件，就是讲触感较好。
所以我拢听老师的。我也听袂晓的吼，我拢甲师姐师兄讲，你甲我教，啊，我阿面带会晓用安尼。啊，因拢足愿意的，啊，我嘛做个足欢喜的。我较重视一点的，就是讲，我希望我的钱吼，拢会当来扶持上银精舍吼。上银无接受咱供养，但是伊接受咱啥扶持啦。咱全省的志工爱甲扶持啦。我希望讲哦，上银你也接受我吼。把你扶持就对了，谢谢阿弥陀佛，真神秘的耶，住在世界哈。感恩咯、哦，扶持就是做主者啦。伊钱若欠欠的吼、哦，就会提出来捐。捐主者哈。嗯、啊，甲你祝福哦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你真有心，啊，你看天下吼、哦，心看个尽头，甲你祝福，有智慧，祝福你哦。这个囡仔会予我足感动，就是讲，阮伫咧帮叔干爹的时阵吼，伊对阿妈来环保，全部拢下晡时甲咧出货。啊，咧帮叔干爹用电子棒啊，伊的脚手有够美丽啊，摸着都讲，我伫记重量，强要记袂赴啊吼。啊，所以我讲，那这个囡仔呢，才细汉，旧年才九岁尔，啊，咧脚手才美丽，才伶俐吼，所以我着有足甘心的，真正是拢对阿妈。三岁开始做，三岁开始做到今麦，今麦做到今麦十岁啊！七年哦，真的不简单呐、啊、吼。所以今仔个个也要来带伊来给上人祝福吼。2003年我就受证，受证以后我就接培育干事，伊三岁开始拢对我来上课啦，啥物逐项拢对。反正伊到进就是拢个对我就对啦，啊，咱实际的工课伊逐项拢做，相机啦、福建啦，三岁伊逐项拢对我做。伊做做相机，伊拢会，我一年的行事历呐，超大迄业力，伊拢会看我要创啥，要创啥，他都知道。嘿，啊，他就一直期待有礼拜六、礼拜天放假，跟我来做慈济安尼。伊那下课要甲阿妈的奥德外锁匙抽掉。伊惊我走。哦，惊你走去。对不对？伊惊对袂着定，所以奥德外锁匙先抽掉。啊，我头下唔知伊讲，啊，你那锁匙嘛？伊讲，啊，我锁匙互你，你就走去啊。真乖，很有智慧。嘿，啊，很乖。像我培训课，伊对我坐几工，伊拢袂吵我。他一样做，今今日伊嘛会坐几工，拢袂吵我。嘿，伊家己点点遐坐。啊，功课好无？啊，功课还好。嘿，他这次跟我说他考100分。真的很好。是啥哇？很。真水呢，来，师公丈人好，金正师傅好，师长，你为什么一直要跟着阿妈？喜欢跟阿妈做环保，喜欢做慈济。他现在也参加亲子成长班。咱即马二手回收衣吼，足济，啊，但是手上做我挑的，伊挑到无爱的部分吼。就拢等无爱甜，啊，就变笨手。啊，我就开始吼、哦，从这步，这拢旧的啊，来分做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到四级哦。这拢旧布啦。这拢旧布，旧衫就对啊。这较厚的衫，常常袂买啦。哦。厚的人无爱买，啊，我就安尼开始去分啦吼。从厂原本的我们的棉质的就有回收。啊，其余的那个三级、四级的，大部分拢是做粪扫啊。啊，阮就开始吼安尼分。啊，足感恩的，就是讲，因为真有足济咱的职工，从疫情开始之后吼，做无啥工课，啊，咱就想讲，这嘛是一种，化废为宝。第一，让垃圾减量，会降低空气污染；，爱化废为宝，护持台电视台，净化人心的工作。我的想法是安尼，感恩哦，所有菩萨吼，恁安尼真用心、真孝吼，捡转来呢，逐项拢是真价值、真感恩。阿妈吼，减少粪扫啦，即个若要摕去等咧涂骹吼，即拢袂化掉去。环保唔是干那讲，遐拉拉杂杂，上重要是顾好人的健康。那真感恩啊！孝服，孝服是孝咱的慧命。
咱吼对天地万物啊，咱爱去甲体会，体会天地万物，毋是讲有物件摕来，咱就是用，无去感觉这个物件伊的源头安怎来，看看拄只青云拿出来的迄个布，也未有这块布的以前，还是啥物？迄个物件现在拢是真多，迄个拢类啦吼，甲这个米啦去结合的，实在是无甲人好处理啦。但是呢，穿了后还阁好好的甲淡掉，所以就变作粪扫啦。这个物件不断安尼凹安尼凹吼，凹干呢是真正将来一大问题。不过有咱现在伫咧发心，再安怎样，咱都甲回收来分类，互大家人会当去利用再利用。这是一项吼，咱讲来好像真简单，但是呢，深思的话，该回归伫迄个法里啊，真的是功德无量。所以师父定来一句话讲。无法度用语言去披露，因为伊内底真深的道理，所以大家人已经做到不知不觉，真深的道理会讲得。所以吼，难以言喻，无法度语言去甲伊披露啦。所以一句话讲，恁做到对的代志，真正做得到啦。不过上重要。身体一定要顾好，好，对的师傅拢免讲啊，要甲恁叮咛的，就是身体要顾好，总是的，家己的身体家己顾，啊，听师傅的话。恁若想讲吼，爱师傅，咱的有一份力量，做师傅想要做的代志，咱的身体要顾好。好，师傅看会到大家人拢是健康平安。在咧做，安尼叫做敬师爱师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啊，互囝莫烦恼啦，安尼知吼？知。互咱的身体呢，搁做较侪功德咧，安尼才是真正的生命人间的价值，真感恩呐。清净在源头，我们需要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，减少物资的浪费，惜福爱物，延续物命，才能真正与地球共生息，并且帮助后代的子孙能够拥有自然美好的土地。感谢您的收看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》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